还回了家乡，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基督，我们赞美你，请坐下。坐下。好，现在你们不要看哦。是，我已经说了，你们看，然后你听，先不要看 ，OK。第一个问题。一个问题，你们告诉我，我刚刚念的，还是你们看的？告诉我你们记得的一个字是什么字？自己随便随便。好，米娅。以色列，对了 ，OK。好，除了以色列以外，还有呢？莫要，对 ，OK， 很好。另外一个呢？黑洛德 ，OK。鲁西安。如香 ，OK， 好。伯利恒，好。你们都很聪明，你们也注意听。那除了这个，你们已经讲出来的还有呢？刚刚是你们讲是两个字而已，有没有三个字的？还是四？我也讲伯利恒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三个字，好，已经一。三个好，四个字的，记得四个字的，我要看。如果不是四个，就是五个字的，还是一句话。一句话。对。好，我给你们五秒钟看，很快，五秒钟哦，好。五。48。刚刚是48。48。好，我给你们十秒而已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，好，关起来，我先看。好，好，谁记得一句话？好，你。好，大声一点。讲慢点。我看见他的清楚。哎，我没有听到。好，慢慢讲。清楚，慢点。这样清楚。好，你站起来。好，一句话，大声，然后慢慢讲。没有。你刚刚讲是什么？好，你讲。大声，没有人听到。他刚刚听的时候，他的吩咐就走了。好、你有听到吗？他叫什么？他的国王的吩咐就走。OK， 很好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一句话哦。好。犹太人。大声一点。有什么？犹太人。好，你有听到吗？他叫什么？你看，他说没有听到呢，大声一点。犹太人是什么？他还有两个字后面的，但是我听不清楚。犹太人的王国，对，你看他记得了，好，明。你们忘记了，好，忘记了，因为你们忘记了，好。你在想什么？好，你忘记。好，注意听，他是幼稚园的，他说他。他不是幼稚园，他才1年级。1年级好，1年级的好。怎么样？你被降级了。好，谁还记得一句话的？一句话的，谁还记得？好，明。你们忘记了。好，你讲啊，你们什么？叫你们去用心寻找那个婴儿吧。OK， 你们用心去看婴儿吧。OK， 寻找。OK， 好，你找到了。找到了，好，念念嘛。念完了。找到了。你说找到了。OK， 一句话，找到了。对，找到什么？在里面有没有记得？他说找到什么？找到了。好，注意听。他说找到了，但是找到什么？找到礼物吗？还是找到什么？找到麦当劳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注意听。好，他说找到什么？他说找到什么？他就说找到。好 ，OK， 好，注意听喽，要跟着他的回答。找到什么？谁知道？找到什么？好 ，OK， 好。找到婴儿。找到婴儿，对，谁的婴儿？是你妹妹吗？阿谁的？玛利亚。找到婴儿玛利亚。有吗？我没有念这句话呢。好，找到什么？找到婴儿，谁的婴儿呢？不是你妹妹哦。也是。
找到婴儿，谁是哪个婴儿？耶稣，耶稣。好，找到什么？婴儿。哪一个婴儿？是黑路的吗？不是。啊，好，你看，他已经问。什么？好，先记得找到了婴儿，哪个婴儿呢？哪个婴儿好？耶稣。耶稣，对了，你们的聪明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一句话喽。然后呢？他。啊，好。没有没有。哦，没有。他没有说没有呢。好，请讲。可以看着吗？好，给你们五秒而已，好，赶快，五秒而已，看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关，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了，不要。好，你要关起来，大家关起来。啊，书关起来。是是，对对，不要说这个，念念。就报告给我。报告给我，好。谁注意听哦？报告给我，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发现你们都很聪明，说黑洛的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最后咯，最后咯，好。找到了就告诉我。找到了就告诉我，哪个我啊？谁是我？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没有找到了就告诉我就告诉。对，但是我哪个谁是我？谁是我？是神父吗？你看，好，我呢见面又是什么？他说找到了，告诉我，那这个我是谁？我这。有想吗？好，你看一年级的很厉害，都对黑洛的，所以他说找到了，告诉我，就是黑洛的。找到了，告诉黑洛的。对，好，还有呢，最后一句话。啊，黑洛的好像就先吃啊。还有什么？我刚刚念的。啊，好好，你拿出黄金。什么？拿出黄金。拿什么？出黄金是什么？好，你念一下，他讲什么？拿出黄金。对了，那除了黄金以外，他又带三个礼物哦。黄金，那第二个是什么？好，乳香，还有呢？墨药。对，好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三个国王。你们说了，他们带了这个魔药、乳香，还有黄金，啊，但他们来这个带这个三个礼物给谁？给耶稣，对，给耶稣。爷爷，什么给爷爷？爷爷，好，给耶稣，好，给耶稣。好，那为什么？好，注意听，为什么他们给耶稣礼物呢？为什么？好，你们想一想，为什么三个国王给耶稣礼物？好，因为他什么？好，你有听到吗？因为他也是国王。他什么？因为他也是国王。对，他说因为他是耶稣是国王啊。OK， 好，第二个，如果我问你们哦，问你们，如果今天你们来朝拜耶稣，你们给耶稣是什么？想一想。三个国王给的香炉、墨药，还有黄，乳香。哦，对不起，乳香啊，你很聪明。所以好，如果我现在问你们五个人，大概的话，你们会想给耶稣什么礼物？因为三个国王给这个，我给三个礼物，非常宝贵的。神父，你忽略了一个人，还有一个。哦，也好，小虎，你要给耶稣什么？啊？有没有？有六个礼物什么？好，没有。哎，他是幼稚园的吗？是不是？幼稚园是不是？幼稚园。哎，弟弟还是妹妹？还是弟弟。哎，你弟弟。帅哥。我刚刚念的，你有没有记得一个字？先不念。有。有吗？有听我刚刚念的吗？白。冷晨。好，给他三秒钟，然后呢，我问你们喽。好，你们五个，等一下他会告诉我。如果今天要给耶稣，你们给什么礼物给耶稣呢？刚刚答案的时候非常好，他就说三个国王给礼物，因为耶稣是国王啊。那我呢有没有记得答案？为什么他们给礼物？不知道。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会发现那一颗
心才去朝拜耶稣的，因为他们知道。OK。他也知道。OK。好，很好。还有呢？为什么他们给礼物呢？好，米娅。因为他们知道国王要诞生了，所以要送。对，诞生国王诞生了，给礼物。还有呢？为什么他们给礼物呢？几年级了？三年级哦，你看，一个二年级都会带你啊。你几年级？妹妹，几年级？二年级。你又会不会想，为什么这个上个国王给耶稣礼物呢？为什么？好，你们想哦，然后你们想一想，如果今天你们要告诉耶稣还是给耶稣什么礼物，我给你们十秒钟，说啊，我要给耶稣吃什么？好，老师可以换成什么？可以什么？十不可以换成分钟？换什么？分几分钟？不是十分钟，十秒钟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什么答案？好，从这边。很多宝物。很多什么？宝物。对啊，比方说呢，什么？银子跟皇冠。你拿得到？皇冠 ，OK， 很多礼物 ，OK， 好，姐姐还有给什么？就是帮助别人，之后告诉耶稣。哦，告诉耶稣说，耶稣给你礼物，我要帮助别人，很好。还有呢？什么礼物？好，你再想三秒，你呢？圣经。哦，你看，很好，他说给耶稣圣经，那为什么给圣经呢？有想好，你想，他说给耶稣圣经，很好。我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他常常念圣经，好。啊，你也给耶稣什么礼物？给耶稣，就是学天使。啊，可以大声一点吗？有听到吗？是不是什么东西？学天使的好榜样。OK， 好，很好。OK， 还有呢？谁还没有给耶稣礼物的？好像你还没有给哟、哦。给什么？给十字架。给耶稣十字架。哇。OK， 那你的十字架很多吗？所以一个给耶稣。啊、OK， 好，还有十字架，还有呢？给耶稣。给耶稣什么？给耶稣，耶稣。哦，耶稣给耶稣。耶稣给耶稣。好好，耶稣给耶稣 ，OK， 好，怎么样？给耶稣一个耶稣的娃娃。哦，耶稣的娃娃给耶稣 ，OK， 好，好，注意听喽。好，现在呢，你们看后面的是谁？后面的这些人。圣诞人。人 ，OK， 啊，很重要，有人。那他们做什么的呢？还有老人看着我。他们看着你们，他们做什么的？现在还有未来，他们做什么的？他们当什么？总经理。啊，经理好。还有呢？比方说。翻译。翻译什么翻译？他们当翻译了。好，现在勉强我。电脑专家。比方好，你们刚见面，我是一个神父，那后面的是什么？电脑人。啊。总人。教友啊，除了教友以外，他们做什么工作的呢？总经理，电脑专家，我不知道他是电脑专家，电脑专家，如果有一个人叫老师，哦，老师，对，写程式的，有老师，还有呢，唱歌的，谁唱歌的？他唱歌跟谭吉达。哦，对，唱歌的，唱歌跟谭吉达，好，电脑专家。你看，他说电脑专家是那个。手机的。哦，阿玛的。还有一个护士。啊 ，OK。家长。好，注意听哦。啊，有父母 ，OK， 还有呢。人。啊，人，当然人。写程式的。啊。写程式。OK。好，现在拍照的。好，现在有人拍照的。有人拍你那个人的肚子。好了，你们都很聪明。第一个，啊，注意听喽。你们的答案是对的，然后呢，你们在今天来到这边，因为有老师、有父母、
有长个了嘞，所以你们要不要谢谢他们？要啊，所以你们回家的时候，好咩？注意在这边听家。好，现在面向我，往前看，不要往后看啊。所以第一个我要告诉你们，因为你们今天在这边有老师要感谢店主，因为店主拜见老师，还有拜见父母，对不对？啊？对，所以回家的时候，我要求你们，啊，注意听哦，好，注意听，看在这边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要求你们要念天主经，还有圣母经，然后呢，有感谢老师，感谢爸爸妈妈，因为他们常常照顾你们。那如果你们有感恩的心，感谢天主，感谢老师们。表达这个是最大的礼物，给耶稣的签名，啊，所以除了你们刚刚讲的给耶稣什么礼物，但是你们的感恩的心，这个是最大的礼物，因为呢，老师们、爸爸妈妈还有旁边的人照顾你们、关心你们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继续我们的弥撒，可以吗？好，我刚刚说是你们的功课是做什么的？回家感谢父母，对，感谢父母，还有感谢谁？老师，还有呢？音乐老师，还有呢？植雪老师，拍照人。OK， 拍照老师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金牌老师。对 ，baby， 所以为他们这个 baby。OK， 好，感谢老师。好，现在安静下来喽，安静下来。那我们清理我们的这个心经，好，一纪念哦。